朋友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吗？OK 吗？嗯，有声音吗？可以听到。好。嗯，其他同学。3月。对。哎，其他同学呢？嗯。对对的。来，同学们，我们先说一下作业啊，那个。请同学们以后啊，尽量发 Word 文档给我，因为啊，你看同学们看一下啊，这个 Word 文档啊，你发给我之后，我给你改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批注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我现在点开这个批注，什么？啊，然后它有个跟踪修改。那我现在在你这儿啊，比如说我敲什么东西，打什么东西，它就会变成这样。OK，然后你回家看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如果你给我图片的话，我只能在上面就是画一下，然后下面都给你写这个中文字什么的，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清楚的效果啊。好，来，我们先看一下上节课咱们写的这个作业情况啊。还差一个同学，嗯，拍个照。嗯。好了，那么同学们啊，我在给你们讲课的时候，就第一遍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比如说 the past few years 啊，过去的几十年啊，或者是 the past few decades 也好，我后边是不是写的 have witnessed？我第一遍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并没有说改变什么东西，我是不是写的是 of people，然后 living alone，大家还记得吗？我就写成这样了，对不对？然后后边我是不是加了一个 thereby arousing a bitter controversy as to whether 到底这事儿 this is a false for good？All a cause for concern。来啊，同学们看一眼啊，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个位置到底要填什么，就是 assert in the number of 这个地方到底要填什么，就是想填这个题干中啊，它出现的这个核心词。这题主要在讲什么？讲的就是人们独居这事儿，是不是？所以我就填它。OK，那同学们，你看啊，如果我要填这道题的话，那你再挑一下，很显然这里边是我应该这个 people 换成男的女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后边这个 living alone 这个位置，我写成 having babies late，对吧？OK，所以第一件事，同学们看好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添什么呢？就是这个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这个位置，或 somebody 加分词的这个位置，一定是要添题干中的核心词哦，就是题干中要你论证的那个事件。OK，只能添它。啊，同学们只能填它，好，然后后来我说这么填的话会有点不好看，对不对？为什么不好看？因为感觉就是从原题上抄下来的，所以这时候我会加一点修饰性成分，比如说我会添一个 especially those，尤其是那些什么样的人，比如说那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那你填完了这个位置，同学们 living alone 这个位置还是不动的呀，看到了吗？这个地方不能改，OK？所以他还是要这么写，只不过 especially 我稍微添一下，他到底是什么人，具体化去修饰一下这个人，等同于我把你的人上啊，在人前面加上了个形容词。OK，然后 living alone 不变，这个地方不可改变。OK，它一定的是什么形式呢？它一定的是分词形式。OK，然后后边同学们，你还记得我写的是 as a result of。啊，
或者是什么 so as to， 我当时给大家画了很多很多的斜杠，是不是？为什么？它俩之间就是二选一的结构，不能全部朝上。OK， 二选一结构不可全部朝上。所以同学们看一下啊，我这个地方我写 people， 那么 especially those， 尤其是那样什么样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those young couples， 那些年轻的夫妇在哪儿的呢？ In large cities， 在大城市里的。那么大城市可以写成 mega cities， 对吧？好，我现在 living alone 换成什么呢？换成 having babies late，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变，对吧？ OK， 你可以做同义词替换没毛病，但是它不能变。好，你为什么 having babies late 呢？对吧？ As a result of 什么？可能会因为过多的什么 financial burden， 是吧？经济压力，可能会因为过多的什么？ OK， 激烈的竞争在工作单位里，对不对？就是工作太忙了呗。OK， so as to， 那如果你想晚生孩子，你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多攒钱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质量，或者多拼一下事业，对不对？OK， 所以你看后边这两个二选一，哪个好写就写哪个。OK， 写好写的，容易的。OK， 现在懂了吗，同学们？是哪里不能动呢？就是这个位置，人这个位置啊。OK， 它一定是你题中的 ，doing 这个位置也是你题中的。OK， 这是不能动的。OK， 你可以换词儿，比如说你把人换成 individuals， 换成 scientists 和 tourists。但是一定得是有人做某事或某事被做了 ，OK？ 所以要不就是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要不就是 something 啊，肯定是被做了，就这两种情况，没有别的。好，然后后边同学们看一下，我这个地方写的是有好有坏，你就直接抄这句就完了。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个说在一些国家里哈，说政府啊开始尝试去解决交通问题，然后呢就开始弄了一个这么叫 congestion tax， 在 rush hour 里。好，看到这个题干的第一件事，同学们先把某人做某事儿，或者是某事儿被做了这个事儿先找出来。OK， 那大家能看到我这个事儿是啥呢？是要解决交通，还是要执行拥堵税 ？OK， 是要解决交通，还是要执行拥堵税？他让你论证的是解决交通的好坏，还是解这个执行拥堵税的好坏？很显然，这事儿是要某些政府 ，OK。执行拥堵税，对吧？OK， 那完了，你现在就可以变成 the past few decades，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have witnessed 已经见证了 ，OK， 啊、witnessed， OK， a surge， OK， in the number of 越来越多的啥呢 ？governments 政府，好，马上写上啊，干嘛呢 ？imposing ing 结构 ，OK， a congestion tax during rush hour。先把它写完 ，OK， 然后再去往里边塞东西。我可以在政府后边加上一些 ，especially those in mega cities， 尤其是那些大城市里的政府，是吧？或者是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对吧？发展中国家和穷的国家哪有车呀 ？OK， 然后他们执行了拥堵税。我为什么要执行拥堵税呢？肯定是 so as to reduce traffic congestion 呐、啊，对不对？或者 so as to reduce traffic problems， 对吧？好，后边同学们想想，假如我现在不想写有好有坏了，我想写好大于坏，那同学们，你的这个位置啊，千万要看好了，你的这个模板好大于坏的是 and this 和那个 thereby， 它不能混合抄一块儿 ，OK， 不能混合抄一块儿，所以 and this 逗号 from my perspective。has huge implications， 这都是不动的啊。你对谁有影响 ？OK， 如果你想写对个人，那就是 individuals。你说老师，我认为这个东西对各社会还有影响，那你就 society。OK， 两个人中间后面你加一个 like， 相当于 both and 的意思。啊，我认为主要都是坏，那就是 mostly for the worse， 完事了。OK 了，完事了吧？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好，第三个这个题是越来越难了。OK， 那么无论它怎么变化，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先把某人做某事儿找出来。OK， 那大家看看这里边的某人做某事儿，到底是让你论证的是我把知识存在书上的好坏，还是让你论证的是我把知识存在互联网上的好坏 ？OK，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先整明白了
OK， 那你们看到了这个题，它不再是什么呢？它不再是某人做某事，而是某事被做了。啥事被做了呢？知识被存储在互联网上。OK， 那么对比以前，而不是怎么着呢？存储在书上了。OK， 它让你论证的是这个事儿的好坏，是吧？看到没有？好，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The past few years， 在过去的几年里 ，OK， have witnessed 已经见证了 ，OK， 同学们还照抄啊 ，assert in the number of， 好，你后边接啥了？你后边接 knowledge 了，对吗？同学们，我想问一下 ，number 后边接的名词得是啥样的呀？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呀？很显然是不可数的吧，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写的是什么 ？In the amount 呀？你把你的 number 换成一个什么？换成一个 amount 嘛 ？OK， in the amount of knowledge。好，那你的 knowledge 和存储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是被存储吧？所以 being stored。OK， on the internet， 在互联网上被存储了。好，有同学说，老师我还想写一个 rather than， 可以，那你就写 rather than being， 这个 rather than。OK, in the books 就行了，别的不用动。好，然后从而引起了 a bitter controversy， 一个激烈的争议 ，as to whether 到底 this is a force for good or a cause for concern。完了，可以了吧？好，如果你这个会了的话，那你下边这个也就会了。下边这个，我到底送孩子去学校还是送哪？那么同学们看到我这个地方我改了个什么？我改了一个 amount， 为啥？因为我后边的 knowledge 是不可数名词。OK， 我后边的 knowledge 是不可数名词。那么同学们，我这个东西我就不能，我除了能改 amount 以外，我还能改什么呢？我就不能改别的吗？可以啊，你见证的是一个上升，对不对？你就用 surge。如果你见证的是一个提高呢，那你就用 an improvement 嘛。OK， 所以 witness 什么东西在哪一方面，这都是可以改的句型。好，那么同学们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是被动关系，而且是某事儿被做了啊。好，那么下边这道题就简单了，是吧？好，那么换一个写法了啊，我可以换成 the past few years， OK， have witnessed 已经见证的， OK， an increasing number 啊，越来越多的， OK， parents educating， 大家还记得这个写法吧？就是 witness 见证。OK，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的写法。OK， 那我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家长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OK， at home， 完了 ，rather than 而不是把他们送去学校。OK， and 这事儿 from my perspective， 在我看来 ，OK， 对谁有影响呢？比如说对孩子和家长都有巨大的影响，你是不是可以这么干？完事儿了吧 ？OK 了哈，好，这个出问题了。好，上来第一件事我不知道该写啥了，我就找不着我要干的那件事儿。同学们，你看一眼啊，他说 vehicle free day， 就是这一天啊 ，vehicle 是 free 的这么一个日子，是个什么日子呢？就是你的私家车、你的 trucks、你的 motorcycles 都不能用了 ，OK， 而只能用什么呢？公交 ，OK， 自行车和 taxi 这种东西能用。好，那这时候同学们说，老师，那个越来越我写谁呀？OK， 越来越啥呀？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吗？当然不是了，同学们，是越来越多的啥呀？是越来越多的政府。OK， 尤其是什么样的政府，在哪里的政府，他们开始执行什么东西呢？执行 Vehicle Free Day 这个政策。OK， 那这个 Vehicle Free Day 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不让你用某些车，只能用某些车，看到没？所以你现在需要把这个汉语先给我捋顺了，弄清楚到底某人还是某事儿做还是被做。OK， 先把它搞定。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题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样 ？The past few decades，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have witnessed 已经见证到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s 政府。什么样的政府干这事儿呢？肯定是那些在大城市里的 mega cities 的政府 ，OK， 或者是在那些 developing countries 里的政府啊 ，developed countries 里的政府
他们开始 carrying out 执行了这个 vehicle free day 的这么一个政策。OK， 你可以写这个，你可以说什么呢？就是 banning the use of 什么什么东西。OK， on one day 在某一天里，或者 during 这个 during the week 在一周的某一天里也可以啊，就完了嘛。OK，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把政府整出来。OK， 把这个政府整出来之后，这个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直接就说他 carried out a policy， 什么 policy 呢 ？Of vehicle free day 的 policy 就完了。你甚至连后边这些都不用写了，完了。好，然后你再来一句 ，and this 这事儿在我看来 ，from my perspective， 在我看来那个是好大于坏的，完了。好了吧，所以同学们，我给你留的作业啊，就是它都是每一个和下一个都是梯度进行的 ，OK。然后你今天啊回家之后，虽然我都给你写了，但是我还建议你自己回去再写写试试啊，不然的话它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自己发现不了啊。好，然后我出几个题啊，未必很细致。来，大家看这儿啊，上堂课咱们说过，说什么呢？说这个利弊分析的题目啊，它有三种提问方式，分别是这种 Is this a positive negative development？ 这是让我们写个人和社会。那么第二种呢，会让你写什么呢？ D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好坏针对着题干中的 keywords 去写。OK， 它等同于 Does this bring more benefits than drawbacks？ OK， 好，这三种题型大家没有问题了，对吧？好，接下来啊，别着急。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题型。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三道题啊。好，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三道题它再也不是这个利弊分析了，它变成了双边讨论，对不对 ？OK， 那马上有同学问我说，老师，咱不是讲利弊分析吗？你怎么把双边讨论拿出来了呢？同学们，对，我是把双边讨论拿出来了，但是你能不能好好看看这题真的是让你解双边讨论吗？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的双边讨论是这样的啊 ，Some people think， 有人认为这事儿啊 ，A 是对的 ，OK，others 却相信啊，你这 A 不对啊，我认为谁好呢 ？B 好。然后请你讨论双边，给出个人意见。OK， 这是彻头彻尾的双边讨论 ，AB 是两件事儿。OK， 但是同学们，你看一下你现在的 AB 分别是什么啊？比如说第一个，有人认为我们这个电脑变得越来越聪明，比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有人认为这个积极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其他人说这是一个消极的，请你讨论双边，给出个人意见。你发现你的 A 让你论证的是什么呢？是电脑变得越来越聪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OK。而你的 B 让你论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事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吧？同理，大家看看下一道题，说现在啊，你的食物的这个 range 翻译成种类的意思 ，quality 翻译成质量的意思，你的食物的这个范围就样数和它的品质长相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有人认为这事儿是好的，有人认为这事儿是不好的，请你讨论双边，是不是让你写一段好一段坏？同理说，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在远程在家里学习，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有人认为这玩意儿有负面的影响，请你讨论一下这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那同学们你看，它的两边让你写的分别是这一个事件的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对吧？所以这种双边讨论题它让你写的是什么？是写的 A 加和 A 减。OK， 那它的写法等同于谁呢？等同于利弊分析。OK， 而且它必须写成四段式一比一结构。啥叫四段式一比一结构？就是好处写俩一百字，坏处写俩一百字，它一定要平衡，因为你对双边观点是不能有偏颇的。OK 了吧？好。那么同学们看一下，那这时候我的开头段应该怎么写呢？比如说大家看一下第八题，
他现在让你写的是越来越多的什么东西干什么了吗？好像他不强调的是数量，对不对？他让你写的是什么？说我的样数 ，OK， 就是我的这个样数哈，我能吃的这个样 ，OK， 加上什么呢？我的这个品质变得越来越怎么着？提高了，看到没有，同学们 ？OK，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把我刚才那个模板改成什么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witnessed。OK， 你不是说提高了吗？那我给你来一个提高的名词 ，an improvement。提高在哪儿提高呢 ？In the range 范围 ，and 什么呢 ？Quality 品质 of food。OK， 为什么你这个东西提高了呢 ？As a result of， 因为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因为科技的发展，是吧？哦，由于科技的发展，然后从而引发了一个激烈的 controversy 争议 ，as to whether 这事儿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呀？看到没？可以了吧，同学们？那这时候我改的是什么？我写的并不是 a surge in the number 了，而是什么什么的提升了。大家看到这儿 ，OK， 好，所以这道题啊，留着回家给同学们自己去改啊。好，我把这道题啊给你粘到你的这个文档上。好，那么同学们已经看到了第二种啊，就是利弊分析出现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出现，它可能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就是以这种双边讨论的形式出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儿，来，大家看一下这一道题。OK， 首先大家看到现在你的题型啊，现在是以什么形式在提问呢？是在以同意与否的形式在提问，对吧？OK， 同意与否的形式在提问，那这时候你又怀疑了，你说老师刚才讲完双边，这回又讲同意与否，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题型的本质还是让你写利弊分析。OK， 不信你可以看看啊，有人认为说 giving aid to 这个短语叫帮助的意思啊，就是 help 的意思啊，说帮助穷国有更多的负面影响而不是积极影响，请问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同学们，你试试啊，它的题干中说援助穷国。OK， 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OK， 而不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OK， 那么同学们，假如你同意的话，你的立场是什么？是坏大于好吧 ？OK， 那假如你这个题不同意的话，那你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呢？OK， 是不是好大于坏呀 ？OK， 那我问一下同学们，我能不能写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事儿有好有坏，你认为这样好不好？不知道哈，来，咱们投个票吧。来，同学们啊，认为我不同意可以有好有坏的，来，同学们打个一给我看看。没有，都不同意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写不同意啊？我应该写好大于坏，而不应该写有好有坏呢？OK， 同学们，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的提问方式啊。OK， 你好好看看前面，他说我认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的影响，你说是的，就是好大于坏，对吧？或者不是，就是坏大于好。那你能不能说认为我认为这是有好有坏啊 ？OK， 你的这种答案是不是感觉有点像什么和稀泥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题干中如果已经带出明显的倾向性是好大于坏或坏大于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应就应该完全顺着它或完全逆着它，
而相反写有好有坏会觉得有点和稀泥的感觉。 OK， 那么咱们说过，如果要写好大于坏或坏大于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推荐的是五段式，大家还记得吧？ OK， 我的好处一，我的好处二，我的坏处一加反驳。 OK， 相反你调过来写的话，就是你的坏处一，坏处二，好处一加反驳。 OK， 好，那么同学们看一下下面所有的题，说多元文化社会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啊，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 OK， 它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而不是坏处。这时候你同意就是好大于坏，你不同意就是坏大于好。 OK， 那么有人说我们住在大城市对健康不好，你同意就是不好，不好的多。 OK， 你不同意就是对健康很好。好，那么还有人说 ，It is a good idea for old people to continue to work。对于某人来说啊，老年人说继续工作是挺好的，看到没有？好，这回你会发现你的题型啊，从什么呢？从利弊双边变成了同意与否。它的出题特点是题干中啊会提出 A， 然后它直接会提出这个 A 的事件是好大于坏或坏大于好。OK， 也就是说它好坏的字眼不再出现在提问中，而出现在题干中，然后再加上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看到了吗？它直接在题干中就出现了 A 好坏的字眼。好，那这时候我推荐大家写出五段式结构，一定要得出这个谁大于谁的立场。OK， 一定要得出谁大于谁的立场。那么咱们现在看看你的开头段打算写什么。比如说第一个 ,OK, the past few decades, 在过去的几些年里 ,OK,Have witnessed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哦，这个地方我填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这个地方最怕同学们写出什么呢？最怕同学们直接写出来说帮助穷国坏大于好，直接露出这个观点了。同学们记住，我这个句型是让你写一个什么呢？让你写一个现象的。OK， 我是让你写现象的。OK， 所以你先把这个现象给我写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富国帮穷国嘛。OK， 所以你就可以说这些什么样的国家呢？比如说 developed countries 发达国家，或者叫 industrialized 啊发达国家 countries， 怎么着呢？哎 ，OK， providing help， OK， 或者是 giving aid， 或者是这个 offering help 或 assistance 都行啊。然后 to 那些什么呢？那些 poor countries 不就完了吗？或者是那些不太发达的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或者是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不就完了吗？ OK， 好，然后为什么和因为你可以稍微写一句 as a result of， 因为什么，或者是 so as to， 为了什么，可以随便写一句。然后后边因为我的立场一定是谁大于谁，所以一定是 and this from my perspective has huge implications， OK， 逗号 mostly for the better 或 mostly for the worse， 好，就不会出现 there by 那个句型了。那么这里边如果大家要添一下它的影响对象的话，很显然你援助穷国这个事儿只能对于谁呢？ donors 和捐赠人，和谁呢？和 recipients 接收者之间产生影响，所以既对接收者也对捐赠者之间产生了影响，主要都是更好的，或者是主要都是更坏的，完事了。好，那么我把这个啊占给大家，同时给大家留两个作业啊，大家回家去改一改。好了，开头段咱们就讲到这儿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啊，同学们，你们所看到的利弊分析题型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三种提问方式了。为什么突然就变字 ？OK， 它比如说可以有三种提问方式是什么呢 ？Is th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这是它第一种，是不是？那么它的题干会给你一个现象 ，OK， 这个现象里是不会有好坏的字眼的，它只会说谁做了什么事儿，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然后呢，第二种呢，它可能会问你 ，D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OK， 第三种呢，他可问你是 does this 这事儿 ，OK， 是不是 bring more benefits than drawbacks？ OK， 这是他的第一种出题方式。第二种出题方式呢，他还会给你一个现象在前面，现在很多人都干什么事儿或怎么怎么着。OK， 然后后面他会加上 some people think。OK， 你的这个 A 其实挺好的。Others believe that 你的这个 A 它其实挺有毛病的 OK 然后让你去干嘛呢 discuss both will 讨论双边并且给出个人意见 OK 那么第三种啊它会直接以这样的可能性出现就是它不会再给你现象 A 了它会给你一个观点句它直接会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 A 的好大于坏OK， 然后问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还是不同意。OK， 那么这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说带来更多的好处，有的时候他会说带来更多的坏处。总之，他会在题干中给你一个观点，就直接告诉你 A 是好还是坏的。好，那么这三种提问方式，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又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它有什么不同？我应该怎么区别去对待它啊？我们看到双边讨论的特点是它的两个段落一定要平衡。所以呢它一定会写成四段式 OK 那一百字好加一百字坏这么一个论 这样的一个文章结构最后既然你写了一百字好一百字坏那你的结论更会倾向于什么呢这事儿有好有坏 OK 所以好坏都有那么既然这个它的观点中已经带有倾向性了 OK 那么为了回应这个倾向性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写好大于坏或坏大于好这种结构所以它更适合这种五段式带让步的写法。OK， 那么至于这种题型，同学们，那你们觉得想写四段或者是想写五段，那么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千万记得，这种题型 ，Is th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的这种题型，一定要带上个人加社会，完事儿了。好了吗？现在题型分清楚了吧，同学们 ？OK。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事儿啊。哎，同学们会看到我在某些地方都加了一些特殊的颜色，为什么？因为我们利弊分析多数下是一个开放性话题。什么叫开放性话题？我让你论证 A，OK， 你想说它影响谁都好，比如说你想说独居影响到了我个人，影响到了社会啊，影响到了这个装修公司，这都可以。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如果想搞你一下，让你的利弊分析去跑题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陷阱或猫腻儿出现啊？那么在哪？在这儿。首先，他会对你的这个限定、这个论证的这个影响对象进行一些限定。比如说，你现在不要写多元文化社会吗？是不是？很多同学会写多元文化社会。OK，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OK， 大家想想啊，我们多元文化社会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啊。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跟日本人啊吃，跟他们一起吃寿司；明天我跟中国人一起吃饺子；后天我跟美国人一起吃那个汉堡包，多好啊！或者吃披萨，这行吗？这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的好处只能是对国家的。OK。很多同学说住在大城市我找工作更容易对不起不行为什么这里边的大城市你只能写对健康影响的好坏 OK 甚至在某些题目中啊它会非常明确的进行一个限定比如说同学们看这道题 说在现代社会人们都喜欢买车和使用私家车请问你它对个人的好处是不是大于它对这个环境的坏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同学在考试的过程中给我写说买车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OK 这个论点完全跑题为什么因为我的好处只能对个人看到了吗好处只能针对个人而坏处才是要针对环境的OK， 好，那么你既然是好处只能针对个人的话，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很显然这是从社会这个角度说的，所以它不行。但是如果真正在考试的过程中，同学们如果发现啊，就是我已经写到这儿了 ，OK， 我已经来不及改了，
那我这个论点已经跑远了，是不是？那你别着急啊，你怎么办呢？你像放风筝一样，你把它给我兜回来。什么叫兜回来呢？你国家不是经济发展了吗？也就是意味着你国家有钱了，对不对？好，继续往下写，你告诉我国家有钱了之后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是不是个人就会受益？ OK， 好，这个办法是没招的办法，不是我建议你这样写啊，是实在没辙了，同学们。 OK， 我没辙了，没办法了，到这儿我已经这个再写不完，我就已经考这个字数都保证不了。所以这时候同学们没辙的时候，别忘了把你跑远的论点再给我拉回来。好，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可能呢？同学们看一下啊，它除了去限定你影响对象的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可能？看这儿，好，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说利弊分析是让你写 A 的好坏，对吧？这里边它可不仅仅是 A， 它有两件事儿。OK， 一个是在家教育孩子，一个是送去学校。那这时候我的 A 的好坏我应该写谁呢？很多同学在这个题中给我写在家教育的孩子好和在学校教育孩子的坏。OK， 或者给我写的是啊，说在这个家教育孩子的坏和在学校教育孩子好。OK， 但凡这种写法都属于跑题现象。OK， 利弊分析只让你写的是 A 他的好和 A 他的坏，就只有 A 一件事儿。所以你看到这样的题型，你发现有两个主体的时候，干第一件事儿，你需要先把主体 A 找到。那么这个主体 A 在这种 rather than 的题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谁呢？都是他前面那件事儿。所以这个题你需要给我写的是，看好了啊，同学们，在家教育孩子的好 ，OK， 和在家教育孩子的坏 ，OK。好，我需要写的是在家教育孩子好和在家教育孩子的坏，我要写的是这个。那后边你的 send them to school 这些信息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突出对比你前面这个论点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想说我在家教育孩子，它最大的优点是能实现 VIP 式的教学，就是我可以请我的 personal tutor， 我的私人教师，根据我们家孩子他的学习特点啊，学习速度和喜欢的偏好，去给他设计最适合他的课程内容。这样的话，我不仅可以保证他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保证他的学习效率。 OK， 好，然后马上 by contrast 的对比而言啊，你会发现如果我在家我把孩子送去学校的话， OK， 那么学校老师的教育是针对普通大众学生的，如果我家孩子是一个 top students， 很可能吃不饱，如果我家孩子是一个 underachievers 的时候，他可能跟不上，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的教学效果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到了，我 rather than 后边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对比对象而已。OK 了，好，所以啊，从这件事上，我给同学们留两道题啊。好，请你参照我刚才写的这个感觉啊，比如说我这个好处段，同学们看到了啊，第二段我是写在家教育孩子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坏处段呢，第三段我写的是坏处段，在家教育孩子的坏处，然后我再对比一下，比如说我在家教育孩子，可能只有 parents 啊和 tutors 这么几个人儿，那你会发现孩子就没有什么 peers 同龄人，那么这时候他可能 social ability 就会很差。OK， 那么 in comparison 对比而言，那你可能发现啊，他如果我要把孩子送去到哪儿呢？送去到学校里的话，他就会有这种同学们 students， OK，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 来自于不同的背景，跟他在一块交流。这样的话，他的 communicational skills， 他的交流技能和他的 interpersonal skills 和他的这个私人交往能力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有助于他的社会发展。好，你现在看到了啊，那么我这个大概给大家写了一个什么呢？汉语大纲是不是？或者叫中文思路吧。 OK， 那么下两道题请同学们仿照我这个思路啊，去把它的中文大纲写一下。
好了。等会啊。我把之前的这个上一篇的删掉了啊。OK， 所以那么在利弊分析中的注意事项，同学们看好了啊，它让你论证的是 A 所带来的好坏影响。OK， 那么这个 A 的好坏影响，它能出猫腻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把 A 后边给你加一个 A rather than B。OK， 可能不仅局限于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它题干中出现 A、B 两件事儿。OK， 这时候去混淆你的视听，让你抓不到重心。所以同学们第一件事就是从 A、B 两件事中先抓住那个 A， 让你论证的主要事件，先把 A 抓出来。OK，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就是它可能会影限定 OK 你的影响对象。 OK， 比如说它让你买车，只让你 do the advantages for individual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for the environment， 好处只能写对个人，坏处只能写对环境。那么在同与否里的题中，它可能是直接告诉你住在大城市对健康不好，它直接影响了你的这个限定了你的影响对象，就只能写健康。所以利弊分析，你在审题中所要注意的事情就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 ，A、B 出现的时候，抓住 A， 看谁是让你写的主要内容。第二个，限定对象到底让你限定了谁 ？OK， 那么限定对象可能它在提问中出，可能在题干中出。OK， 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上节课我们讲的模板问题啊。那么开头段如果模板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中间的主体段问题。OK， 那么主体段啊，咱们想想啊，当时我先教了一个好处段的写法，就是 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OK， the merits of doing A 做 A 这件事的好处有很多 abound， and the chief among them is that 就是把你的好处一写在这儿。OK， 注意同学们，这个位置是论点，论点应该写的像什么一样？应该写的像新闻联播一样。OK。抽象高大上假大空简洁明了 OK 好，这儿写完了之后马上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这主要是因为什么 OK and thus 所以什么，这时候我们遵循的一个论证关系是什么？是因果论证。好，是因果论证，问自己这是因为什么所以又怎么样 OK 因为什么所以又怎么样。好，当时咱们写的是独居的好处，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当时写的是独居的好处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让我变得更自由，因为没有人管我，所以我想干嘛干嘛。好，当你的这个论点论证过程中写出来的时候，它会比较的粗糙，同学们，为啥？因为人思考问题是不会上来就想的那么细的，就正常现象。 OK， 那这些粗糙的东西我要干嘛？我要去尽量把它展开或打开，就是但凡能细化的东西我绝对不放过。你不是说没有人打扰我吗？是不是没人管我吗？那我现在就想说，管你的人都是谁？肯定是父母了，或者是跟你一起住的 roommates 室友了，对吧？ OK， 那这个管这个单词我就不满意了。什么叫管呢？那你的父母是怎么管你的？他很显然，他更多的管你的是什么？比如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让你穿袜子，让你吃早餐，
OK，那你的室友肯定是管不着你，他这个管就会变成什么？打扰你。那他尤其是在什么时候打扰你呢？比如说在工作啊和休息的时候打扰你。OK，所以最后我就想干啥干啥，那你都干啥了？你敢不敢告诉我？你给我举个例子好不好？OK，比如说打电子游戏到后半夜，完事儿了。好，回家我让同学们写过两道题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去远地旅行，对吧？是不是远地旅行？去南北极旅行？好，有一个是游客的，还有一个是科学家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搬公司和工厂。OK，到乡村里，对吧？OK，那么同学们看到，因为这道题它前面有一个 because of，因为什么呢？因为 traffic 和 housing 的 problems，对不对？交通问题和住房问题，所以我要怎么怎么着？所以这里边的好处一，同学们只能写城市里的，只能写城市里的。啊，只能写城市里，而且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写。OK，好，那同学们，你现在能不能尝试着啊，按照我这个模板，把这里边的东西给我塞进去？OK，怎么塞呢？就是前边你全部都写成英语，到这个位置啊，好处一都写成英语。好，这个地方你给我写汉语就好了。好，来，同学们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分成男生女生吧。来，那个女生写游客旅行去远地，写她的好处一，行吧？针对游客的男同学啊，写这个搬家去城市里的好处啊，来吧，给3分钟时间啊。啊，现在是11:21，啊，来吧，开始。女同学啊，写这个游客的，男同学写搬家的啊。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敲就行啊。
朱芳的同学，看我看我这儿啊，整体如果你这个观点啊，这儿，如果你这个观点啊，就是这个题干中如果没有出这句话的话，就是你看一下原题啊，如果这个原题中没有这句话，你写的就非常好 ，OK， 完全合理。比如说你看啊，你说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这个城市里啊会减少拥堵和污染，为什么减少呢？因为城市它排放污染物很多。所以我把它迁走了呢，对人们的市民的健康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我这个题目中第一个上来让你限定的必须写 traffic 和 housing。如果你没有写 traffic 和 housing， 而写了这个污染的问题，你就等同于干嘛呢？没有 address 啊，处理掉。OK， all parts of the question。OK， 没有处理掉这个问题的所有部分。OK， 这样的话你的 TR 就会扣分儿，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住房和交通问题。第二件事儿啊，咱们看看，你说这个地方哈、能解决拥堵和污染问题，是不是？那么拥堵和污染问题解决了，大家听听啊，这个更像是论据还是更像是论点呢？那个论点应该是最终的结论，对不对 ？OK， 是个结果，就是外国人说话是倒着说的，你先把你最后那句话说出来，给我扔在这儿。那我想解决了拥堵和污染问题，那最后我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得到一个什么结论，是不是城市里的生活质量会变得更高？是吧？是不是城市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大的提高？对不对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公司搬走了，带走了什么呢？带走了污染。OK， 公司搬走了，还带走了什么呢？还带走了交通堵塞。OK， 看懂了我的意思吗？所以它的这个拥堵和污染，它太具体了，它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是一个论据。而我为什么要解决这个拥堵和污染呢？最终会有一个结果，我要把结果当论点写在前面，懂我的意思了吧？OK，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写的是什么呢？拥堵问题啊，拥堵问题和住房问题。OK， 一定要写这两条理由，这是题中要求我们必须要写的。然后这两条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得出的论点就是城市的生活品质得到提高，这才是论点，因为这是那个最后的结论。因为这里边有抽象名词和专有名词，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假大空，听起来像新闻联播才对。好，中方的同学写得很快啊，其他同学加油，快！啊，其他同学快！好，我们看王博雅同学写的啊 ，On the one hand, the merits of doing A。哎，王博雅同学，那 doing A 你咋不改了呢？对不对 ？doing A， 你的 A 是谁呀、是不是这个 traveling to remote areas 啊？去远地旅行啊，对不对 ？OK， 就是题干中让你论证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And chief among them is that expand our vision。那个 that 后边，同学们告诉我啊 ，that 后边是接什么的？是不是接句子的 ？OK， 那 expand somebody's vision 这个短语用的很好啊。OK， 或者叫 expand somebody's outlook， 千万不要写 broaden one's horizon 啊，就有点土。OK， 所以 expand somebody's vision 或 outlook 是对的，但它不是句子呀，同学们。OK， 所以我现在啊，我如果要接 that， 后边我就要接句子。那同学们，你们看看你的句子应该怎么写 ？OK， 你现在有一个拓宽视野这么个动词短语，但是它只是个动词短语，它要变成句子，你要怎么处理呢？OK，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被动语态呀、同学们，这不就来句子了吗 ？OK， 你可以说他们的视野被拓宽了 ，tourists。OK，outlook 不就完了吗 ？OK，maybe 对吧 ？expanded 不就好了吗？看到没有？可以吧？好，那同学们，如果说老师我这个我就不想给它写成句子，我就还想写 expand， 那我怎么办？同学们，你可以这样 ，and chief among them is to expand 拓宽，你把那个 that 换成 to 不就完了吗 ？OK， somebody's outlook 他们的这个视野就 OK 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啊，这是因为那里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很少有人。
那是很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更值得我们去探索。好，来看看啊，说现在我为什么去那个地方能托管师演呢？因为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好，同学们啊，一般情况下我所有班级的同学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我能托管师演？因为那个地方我没去过。OK，好，所以我去了我没去过的地方就能托管师演。同学们，我想问你啊。那个，我随便说一个城市吧，中国开封，你去过吗？OK，我再说一个，中国西藏你去过吗？或者随便一个中国农村，你去过吗？来，你都没去过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你没去过的地方。那这些地方跟南北极相比，到底谁能开拓你的视野？所以你告诉我，你之所以开拓视野，是因为这个地方你没去过，还是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东西和不一样的风景，对吗？OK，就比如说我住北京，那上海我可能没去过。OK，那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上海应该跟北京差不多吧，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住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话，如果去南北极，肯定是就算它这个再怎么样，肯定是能开拓视野。为啥呀？因为它跟正常的普通的东西不太一样呢。OK，所以同学们，你看到啊，这个位置我要写的什么？我要写的是，因为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什么呢？才有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风景，是不是？OK，所以你去了才能开拓视野，对吧？好，马上，你看你的汉语刚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之粗糙？OK，那么下边我就要把这粗糙的东西变成怎么样？变成细化，对吧？那我把这个不一样的东西稍微细化一下，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幻想一下，在南北极可能会有什么？OK，首先是不是会有什么冰川呢？OK，冰山呢这样的东西，其次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可能会有爱斯基摩人吧？OK，比如说他们会建造一些冰屋吧？OK，再比如说可能我会看到一些北极熊吧？OK，或者看到一些企鹅吧？对不对？或什么冰川和冰山、雪山这种东西，它就是不一样的风景。OK，爱斯基摩人和冰屋，这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OK，北极熊和企鹅，这就叫稀有动物，是吧？是不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开拓视野了呢？好，那 and thus 这句，学生说老师，哎呦我的妈呀，我要重复那个好处一怎么办？OK，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叉叉叉叉叉的东西，所以我开拓了视野。同学们绝对不能重复。OK，但是重复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要回扣论证，就或者叫回扣论点。这个地方如果你写的跑偏了啊，并不是跟论点相关的，这时候你的整个论证就不对劲儿了。它只有重复好处一才是对的，但是从语言上我不能去写 expand somebody's vision，我不能再写这话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是改写一下这个论点。OK，那你告诉我，当你看到了冰川，当你看到了爱斯基摩人，当你看到了北极熊。你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知识？OK，和体验是不是关于那些什么未知的事情，或者是未知的自然界，对吧？那你告诉我，如果我得到了更多的知识和体验，是不是等同于你拓宽了视野呢？OK，所以它正好就回扣到这个论点之上了。看到了吗，同学们？所以这个论点就会变成第一个啊，它的好处就是拓宽了视野。OK，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会看到这些啊，比如说不同的风景。OK，比如说这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OK，和一些稀有动物啊，我能看到这些东西。OK，那 such as 比如什么东西，把它举例。那么所以我会得到什么呢？更多的关于未知自然界的知识，完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同学的啊。好，我们看陈一龙同学写的啊，说一方面把这些东西 transfer to rural areas from metro places。来，陈一龙同学啊，这个位置的这个句子要尽量写的简短一点，所以 transferring industries to rural areas 就可以了，from metro cities 我就不要了。OK，把这个地方直接删掉啊，然后后面那个 abound 呢？
Okay, the merits of doing something abound 呢 ？Okay, and the chief among them is that 那个这个模板呢，是不是 ？Okay, 要把这个模板给我抄准准了啊。好，然后 in this way, the quality of citizen life in big cities can be improved. 来，陈一伦同学，这个位置来，你告诉我啊，解决了交通和住房问题是论点，还是城市的生活质量是论点？OK, 你就这么看哪个词儿高大上，哪个 句子里有抽象名词，谁就应该写在论点上。OK,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干啊。好，那我这个地方就写搬家。OK, 同学们这个地方一定要简短啊，看好了，一定要简短。OK,And the chief among them is that 这个地方我要写的是提高城市里的生活品质。OK,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呢？这个位置一定要写的是住房和交通问题得到解决。所以我怎么的了呢？所以你是不是又想写？所以我生活质量提高了，对吗？好，又回复到那个循环里。什么循环？这个位置太粗糙了。OK, 这个位置又重复了论点，对不对？或者叫重复了好处一，对不对？好，这时候怎么办，同学们？按照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打法啊，把住房和交通问题这个事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就解决了，写细致一点啊，然后把这个位置稍微改写一下。OK, 去同意改写它。那么同学们想想啊，你的住房问题和交通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随着什么在城市里的，或者说随着谁怎么着了，所以城市里对于啥的怎么着就下降了？想想，随着大批的什么员工搬出了，搬走了，是不是到哪儿了？到村里，对吧？所以那么在城市里，人们对什么交通和住房的需求，对不对？或者叫压力就大大下降了。 OK, 下降了之后呢，所以城市的居民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在早上乘公交的时候不用那么拥堵了，是不是？OK, 或者说可以少堵那么几个小时了。OK, 或者是他会更舒适的去乘坐公交系统，对吗？或者是他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购买更大的房子，去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对不对？ OK, 这不就来了吗？啊，好，我们看张思淼同学的啊 ，On the one hand, children should learn about achieve among them, 游客能增加自己的保护自然的意识，就是环保意识呗。好，那个张思淼同学，这个地方一定是句号 ，this 大写啊。This is largely because 游客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自然，了解其中的环保，了解其中的环境活动。来，那个张思淼同学啊，你给我的论点是能够保护，能够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对不对？好，但是你看看后边你写的东西，说游客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自然 ，OK, 然后去那些人迹罕见的地方，为什么我干了这些事就能保护自然呢？有没有发现你的论证和论点是脱离了？感受了吗？你的论证和论点是脱离了 ，OK, 你身临其境的去这些地方，是我身临其境了，然后我为什么就要环保了呢？是吧？啊，我去了人迹罕见的地方，为什么我就要环保了呢？对吧？你是不是要写成这样啊？你说当人们去了这些地方之后，才会这个切身实地的啊，感受到这些地方的生态是非常之脆弱的，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引发了人们去保护这些美好的这个仅剩一点净土的这个感觉和责任感，是不是？是吧？你得让我感觉到你的论证真的是为了你的论点而服务的啊。好，我们看看林诗雅同学写的啊。林诗雅同学，首先这个位置啊 ，of 后边一定的是 ing 结构，因为 of 是介词啊。然后 to long distance 啊，这个 to long distance 的这个改写有点毛病。OK, 你就直接可以写 far away places 就行了啊。And chief among that 就是可以使人们心情愉悦啊，可以。
然后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摆脱身上的烦恼。那个这个林诗雅同学，你写的这个论点啊，如果我改成去泰国旅行行不行？你看我去泰国我身心也挺愉悦呀，我也暂时摆脱了生活中的烦恼啊，那个美丽的风光也挺好的呀，是不是？OK， 所以他没有写出来去哪儿旅行的，去南北极旅行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的，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说我可以让人们更加怎么的，更加好的这个好心情或更加放松？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啊，人烟这个稀少，他很可能会怎么的呢？避免这个世俗的事情对他的打扰。而后边这个论证方式应该用什么呢？用对比论证会更好一些。相反，假如我去泰国的话，每天我周围都是乌泱乌泱的人，所以我是静不下心来的。OK， 好，你再看看你的因为和所以之间有没有构成逻辑关系。你说因为我可以摆脱生活中的烦恼，所以美丽的心情使人放松愉悦，是不是？它这个逻辑关系不太紧吧。 OK， 好，接着我们看宋健同学的啊。好，宋健同学还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地方 traveling to 哪哪哪你要给我写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不仅仅是旅行啊，我去南北极旅行啊，是吧？And is that 好，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 that 后边你要给我写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不是一个名词短语。 OK， 而且这个 expand 这个单词啊，它是花钱的意思。 OK， 只有这个单词 expand 才是扩大。 OK， 这两个单词的拼写注意一下啊。好，这是因为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人文风景，所以得到更富啊。好，这个题啊，如果不是去南北极旅行，就写旅行的话，你就写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有机会了解当地的人呢，是不是？了解当地的文化风情啊，比如甚至是饮食啊，什么东西 ，such as 来两例子，所以人们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知识和经历，关于体验，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这个国家。OK， 但问题在于呢，我现在了解的是哪？我现在了解的是南北极。你告诉我那地方有人吗？有，只有那么几个爱斯基摩人，剩下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当地的文化和人文这个事情，它只能是一个附加条件。OK， 它不是个主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好，那么如果同学们现在已经能把你的汉语的逻辑写成这样，那么至少你一定会保证你这个文章是六分的。那么剩下我到底能写成六分还是写成七分，纯属取决于你的英语表达了。 OK， 纯属取决于你的英语表达了。为大家写一个，大家感受一下啊。比如说 On the one handWhile 啊，好，同学们注意啊，这个位置你不要写 they can watch。OK， they can watch， 这是口语写法，口语这个说法。你要说的是他们能够被提供这样的机会。 OK， 然后你到那个地方也不是去 watch 的，你到那个地方基本上看什么东西都会以一种 observe 的情态。 OK， observe 去什么呢？去观察当地的啊，比如说你现在想说当地的风景，是不是？那个当地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风景？肯定不用那种 different 的修饰吧，那个风景是你一看会发出一种哇塞的感觉，是吗？所以那种风景叫 captivatingOK， 或者叫 intoxicating 啊，我要的是这样的风景。OK， landscape 啊，大山大水的，和什么呢？和 varied 不一样的 lifestyles 生活方式。OK， 比如说我是吃北极熊的，我是穿貂皮的，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 ？As well as OK， rare species 和稀有动物。好，后边马上 such as 跟上。OK， such as 什么呢？比如说一般同学会写 glaciers 冰川。OK， 可以啊。还有可以写的什么呢？比如说极光欧若拉，还可以写什么呢？比如说 polar bear 啊 penguins， 这我就不写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的 eskimos， OK igloos， 比如说他们的冰屋，你可以写这些东西。 OK， and thus 因此他们就得到了什么呢？ they may OK， 那么得到 obtain a wider 一个更广泛的OK range 范围 of knowledge 知识，
还带着什么呢 ？Together with， OK， 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 OK experience。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些句子啊。现在这里边第一个开拓视野怎么写 ？OK， 第二个他就能看到，这个能看到写什么 ？OK， 你的风景打算用什么去修饰 ？Captivating， OK， 然后你的这些风光你打算写什么？比如说欧若拉 ，OK， 比如说冰川，比如说爱斯基摩人 ，OK。所以我得到了更多的知识，你会不会写 ？OK， 你这知识还附带着一点啥？还附带着一点难以忘怀的经历和体验。完了，这个时候哈，大家回去去写一下试试啊。如果你不写我这些词儿，咱俩明明写的是一样的内容，你可能这个文章啊，从这个词汇和语法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差不多就是六或六点五左右吧。如果你能给我一些稀有词汇，在词汇上去做一个什么呢？去做一个 risk taker， OK， 那这时候考官至少会在你的词汇上给你六点五分以上的水平啊，六点五分以上的评分， OK 了吗？好了，好，那么这个位置啊，下边这个位置回留给回家同学们自己去翻译了啊，我就不再翻译了。好，那这时候同学们看到我的好处一已经写完了，对吧？现在我要写好处二了。之前你们写好处二都是写 in addition 的，对吧 ？OK， 那同学们你看看啊，你前面如果写的是 firstly， 那这个地方你写 in addition 当然很配套。你前面还有 firstly 吗？明显没有了吧？那你这个 in addition 写出来干嘛呢？所以请你把它删掉，换成什么呢？换成 it is also by no means。OK， too much to say that， 其实我这么说也不为过。那么这种写法它其实就是 you can say 的意思，说白了。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写呢？因为经济学人里就这么写的，所以我们学术范也向它贴近。OK， 你不用管它啥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你完全可以这么说，就等同于你一般情况下你可以说 it is also possible。OK， to note that， 就这玩意儿。OK， 只不过这个句子太土了，哪哪都用，所以咱不要了啊。好，那么第二个论点，我在这个地方要写好处二。大家写好处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最终的结论句 ，OK？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些抽象名词或概括名词 ，OK？ 它一定要怎么着？简短，听起来像新闻联播。然后你再来三到四行的论证展开。好，那我从独居开始给大家举例子啊。那么大家想想，如果我这个地方要写独居的话，独居的好处二可能是什么呢 ？OK， 那么独居的好处二，咱们说了，这个好处二一定得针对社会的，对不对？那你想想，我独居对一个社会能带来的好处 ，OK， 无非先想一些实际的东西 ，OK， 对一个社会最实际来说就是钱的问题 ，OK。那我就想想我的独居能不能去促进一下我社会的经济发展呢 ？OK， 我先想想这事儿。好，貌似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想想啊，如果我独居，我需要啥？我需要房子吧 ？OK， 无论我是租房还是买房，总之我需要房子吧 ？OK， 如果我是租房的话，你会发现，那么那个建造业 construction 就会开心。如果如果我是买房的话，那建造业会开心。如果我是租房的话，你会发现链家会开心，对不对 ？OK， 那无论我是租房，我还是买房，你会发现这个 household appliance 家电业就会开心。为什么？我现在一个人就需要一套冰箱了 ，OK， 需要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对不对？三大件我就需要一套了 ，OK。甚至你会发现，还有一些这个 service providing 行业，提供服务的行业也会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家政我就要上你家干完再上他家去干。那同学们想想，你这么多的 industries 都在蓬勃的繁荣与发展，是不是？比如说他们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jobs， 他们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利润 profits。 OK， 那么谁也跟着开心呢？政府啊也跟着抽了更多的税，是不是整个社会一片繁荣的景象啊？ OK 了，好，那现在我就可以把它套进去，大家看一下啊。那么 it is also by no means OK too much to say that， 其实我这么说也不为过。那么 this trend
这个生这个或者是 this lifestyle 这个生活方式，甚至是 this practice 这个做法，很可能会促进经济发展。好，为什么后边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啊，这回写成一个什么呢？像一连串推多米诺骨牌的形式一样啊，看着。那么当 OK individuals 个人 in growing numbers 以越来越多的数量开始怎么的呢？那么 choose to live OK by themselves 开始独居的时候 OK 看好了同学们，我先从一个动作开始写，就题干中的这个动作，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独居的时候，那么 this may 这很可能 lead to 导致了A greater 一个更大的 demand for houses and apartments. OK, 我就会需要更多的房子。So that, OK, many industries, OK, 很多的行业 may boom, 很可能蓬勃与发展。什么样的行业呢？ OK, including 包括比如说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建造业。OK, 然后什么呢？ The real estate.Agency 啊，链家 ，OK， as well as 什么呢？比如说 other， OK， housing gun related 其他跟房地产相关的领域和部门， OK， thus 从而 creating 创造了或者是 bringing in 带来了什么呢？更多的 job opportunities 就业，还有什么呢？ corporate profits 企业利润， OK。还有什么呢？ Together with 或者叫 and OK 那个玩意儿叫 tax revenue 政府税收 OK 好，现在同学们把你之前的这一段套上啊，看着 来，同学们看一下啊，我说过我要求你的文章啊至少要达到280字到300字之间，对不对？那么大家现在看一下我这一个段落，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写了144个字 OK， 那么去掉一些这个相同的，比如说我画写号写杠的地方啊，那可能会有130个左右 OK， 所以我写的话我会写到130个啊，这是我写，但是我没有要求你也写成这样，是不是？你大概写个100到120之间就已经很不错了OK， 好，然后大家还记得我说过280字到300字的文章要写成2442OK， 考官考八分写成2332，我去考试也是写成2332啊。然后呢，剩下我说咱们又不考七八分，是不是？你就考个6到6.5，所以这时候你就写个2442或2552就可以了。那咱们现在去数句子啊，同学们看一下，这是我的第一个句子吧，一句话，对不对？好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到这个位置这是两句话吧 ？OK， 然后 It is also by no means too much to say that 这是第三句话吧？是不是？然后 when 所引导的这个句子这是第四句话，所以四句话。130个字 OK 了吗？四句话130个字。好，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啊就是套到自己的文章里 OK， 好，这个我放在这儿不动，然后我现在带你去套一下啊，我把它整个改编成好套的模板。 The merits of 这个位置一定要添 doing a OK abound好，所以同学们把它换成，哎呀，为什么？
给我们删掉啊。啊，不行，就这么着吧。来吧 ，The merits of doing A abound， 把这个地方换成你要论证的那个事件。And chief among them is that， 把这个位置换成你要写的好处一。OK， 好处一一定要简短啊，一定要是最终的结论。OK， 最好有抽象名词和专有名词。OK， 好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去说。问你自己这是为什么，找理由， OK， 给自己找理由。 And thus 因此这个地方干嘛呢，回扣论点， OK， 回扣好处一但不重复啊， OK， 但就不要抄原词的意思啊，要改编一个写法。好， It is also by no means too much to say that 这个东西这个做法这个选择可以怎么着呢，可以带来你的好处二， OK。然后当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就是 A， 同学们这个地方添 A， 但是一定要把 A 再改写一下啊，不能再抄原文了。然后很可能这个位置 this may 怎么怎么着，这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或者这个位置如果写人的话就是 somebody 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同学们注意这个位置一定是 A 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 OK， A 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OK， 比如说你现在要独居，最直接的结果一就是我得有房子， OK， 所以对房子的需求增大了。 So that， 所以，那么这个位置写什么，这个位置写上句话， OK， 带来的下一个结果。那你上句话就是房子，我需要房子这件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OK， 好，把它写完了之后，那么 thus doing， 从而这个位置首先同学们看到一定是 doing 结构啊，一定是 doing something 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又是回扣好处二的。那么同理回扣好处二体现好处二但却不能重复好处二。完了。好，现在啊同学们我给你个题，就是买家电这道题，你去把它给我套上，所有位置写汉语就行啊。来，我把题给你粘过去啊。来吧，题在下边啊，模板在上面，然后所有但凡我写这个汉字的位置，你全部给我填上汉字就 OK 了。现在是11:57。
OK 了吗，同学们？四分钟了。哦，周邦德速度好快呀、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哟，这李梦竹紧追着上哈、啊。来，我们看一下啊，看周邦德同学写的是，purchasing a wide range of， 第一个是能提高生家庭的生活品质，这是因为不同的家电能减少人们的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写的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嫌弃你什么呢？我嫌弃你好糙啊！什么叫糙呢？同学们看一下啊。你在这里说不同的家电能够减少人们的劳动，是不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啥劳动啊？扛煤气罐吗 ？OK， 还是什么呀？所以同学们能不能把这个劳动再给我细化一点？比如说，因为我买了很多家电，它可以释放我什么？做一些 housework 吧？啊，是不是？能够释放我一些做 housework？ 你看啊，同学们，如果我 housework 都出来了，我后边就马上可以拉长我的东西 ，such as， 比如说洗衣服。OK， 比如说洗碗，对不对？比如说擦地板。OK， 这样的话你就拉长它了，看到没有？所以把这个前面啊，劳动这个东西给我改成各种各样的家庭这个 housework。OK， 然后人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好，你可节省的不只是时间呐，能并列的成分千万不要放过。你还有什么？还有精力呢？因为你不累呀，是不是？所以去享受生活，你享受生活都干啥呀？OK， 你可以把享受生活具体的写成，比如说看电影 ，OK， 这个做锻炼，是不是？或者是更好的去休息。所以你看啊，我是不是可以写啥？我是不是可以写休息 ？OK， 是不是可以写娱乐 ？OK， 然后你再给我来点细节，就会更好了啊。整体逻辑非常之通顺。好，此外我们会发现这个玩意儿能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当人们需要更多的家电，就会增加生产，所以带来的就业和提高。哎，写的非常之对。但问题在于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地方说，当人们需要家电的时候，这个需要不能写 demanding 吧，是不是？怎么出现现在进行时了呢？而且还没有读音 b 啊，是不是？然后会增加生产，是谁会增加生产呢？是不是会那些生产者叫 manufacturer 啊？OK， 他们会怎么的？他们会想扩大生产，对吧 ？Enlarge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 production 啊？扩大生产，然后后边别忘了再写一个 so that 呀。你那个提高就业、整体收入这事儿是最后的，然后你 so that 呢？来，你告诉我啊，如果你是一个老总，公司老总，你要扩大生产，你要干啥？你首先是不是得买原料啊？是不是购买原材料 ？OK， 你还得干啥？你还得招工啊？对不对？甚至你除了招工之外，你甚至还得琢磨琢磨，我需不需要建一个更大的厂房啊？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你才能扩大生产吧。而你的这个动作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相关行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吧。OK， 一旦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扩大了，那是不是政府也跟着乐呵了？OK， 那政府的这个 tax revenue 啊 ，sorry， 我写错了啊，相关行业的利润 ，OK， 和就业机会 ，OK， 和政府税收啊，这三件事儿并列上。但凡写经济发展，同学们就记住了，但凡写经济发展，就把我刚才说那三件事儿刷刷刷都给我整上就完了。啊，写的非常好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个。李梦竹同学写的啊，好，李梦竹同学啊，来，咱们看一下，说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减少了。李梦竹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更加具体吧，是不是？具体的。对，哎，好，那你把它写的抽象一点，你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变少了，那你去干什么去了呢？你如果把这个做家务的时间拿去干工作了，这叫什么？叫提高了你的收入或增加你的工作效率，对不对？所以效率和收入是我要写的论点。如果你拿这个时间去玩了，是不是去休息了？那是不是提高生活品质 ？OK，所以要不你把论点写成提高生活品质，要不写提高工作效率，对吧？OK，
好，后边，因为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来，告诉我，这句话是概括性的还是具体细节的？概括的，对吧？而这个论证的过程中，我是应该打碎了的那种感觉。OK， 要多具体有多具体，要多细节有多细节，对吧？好，复杂的事情变得更简单了。那你到底写的是工作还是写的生活呢？如果你写的生活，就是因为那些又耗，同学们感受一下那些费劲儿的、耗时的、反反复复、磨磨唧唧的家务活都被机器所取代了。OK， 如果你写的是工作的话，就那些什么复杂的计算 ，OK， 重复的计算都可以由它来很快速的完成了。OK， 所以你节省下来的时间是投入到哪，那自然论点也跟着变。好，此外说这个能提高生活品质。来看着啊，我现在问的题是 Is th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那我的好处一一定是针对个人的，我的好处二还能针对个人吗？不能了吧，这两个其实有点重复了，我觉得。对，好，所以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事件，对不对？好，就算啊，就算你这个地方不重复，你上一个题写的是工作的，这一个题写的是生活的，这不重复了吧，对不对？也不行，为啥呢？因为没有带社会。好了啊。好，那个这个李梦如同学哈，现在你在这个论证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两个论点重复不重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大部分同学都有。现在的问题是你在论证的过程中没有具体而细节的内容。OK， 比如说我随便给你抽一个句子啊，你看，以前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现在被解决了，我就会想，我的妈，这是个什么问题，这是个什么事儿。 OK， 我看完了还是一头雾水的感觉，是不是？而不是感觉对，就是这样的。 OK， 说满足我的需求，又我什么需求啊，是不是？ OK， 所以我们更舒心了。所以我到底咋舒心了呢？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啥问题被解决了，我不知道我到底啥需求被满足了，我就不知道我是这舒心咋来的。OK 了吧，所以论证一定要再细化一些啊。好，我们看陈一龙同学写的。陈一龙同学告诉我 The merits of 后面那个 purchase 应该写成啥结构啊？是不是应该写成 ing 啊？是不是 ing 啊 purchasing 啊？好，那个这个 range 它有一个固定的搭配叫 wider 啊， a wider range of。陈一龙同学，为啥你是有多么看不上我写的模板呢？就从来不用啊 ，never ever 啊。来，陈一龙同学，看我这儿啊，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给我写一个论点？是不是？论点应该是抽象的吧，是吧？后边不是写因为吗？然后再写所以吗？是不是？它不应该这样的吗？好，我们看看啊，那我说说你写的这个啊。啊，你说这是因为大量的产品被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订单。那你要写的这个中心核心内容是什么呢？说你有大量的家电被提供给他们，这个他们我应该上哪去找谁呢？这个代词指的是谁呢？然后呢，所以这些这个制造这些生产这些什么产品的行业就会有更多的订单，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这两句话你想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吧？没有突出吧？OK， 所以他还说这个玩意儿能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来，那个朋友们，我知道你们要写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会写 benefit 什么东西啊，或者会写 promote 啊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会写这个。这些为什么不让你用？我为什么会给你 spur the economy 这样的写法？或者我再给你换一个啊，叫 make economic sense， 我会写这个，因为这是 less common 的，这是考官喜欢的。OK， 英语本质就是不重复自己。OK。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啊。陈一龙同学，这个地方还差一点啊 ，when 后边你把这个再写完整一点啊。来，又是这个。没有啊，这呢 ？when 没有了。啊，我看一眼啊。啊，这儿呢。When lots of goods are needed, this may cause more requirements for.Employees and job opportunities 啊，那个这儿啊，看到同学们看一眼啊 ，lots of 这个写法就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a great variety of 啊，然后呢，这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员工。
我对员工更多的需求，为什么呀？我前面是不是垫一句 ？OK， 因为我要扩大生产，对吗？然后我才会要更多的员工，对不对 ？OK， 好，然后你的 tax 和 GDP 它俩不是一个意思吗？你 tax revenue 政府税收 ，GDP 你二选一就行了。OK， 好，然后大家看一下啊，你现在这个 job opportunity 是不是应该挪下来，跟谁放一块？跟你的 tax 放一块啊 ？OK，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要买家电，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逻辑链啊。OK， 然后你下边是不是要扩大生产，这是最直接的。OK， 生产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材料，你需要的是人力，你还需要的是地方，也就是工厂。OK， 再接下来你会发现啊，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要生产，那么其他相关的行业里 ，OK， 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啊，更多的利润，甚至包括什么呢？政府税收。OK， 看看这个逻辑链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同学们可以看这儿啊，逻辑链是不是应该写成这样啊？好，接着我们看看这儿啊。来，那个王博雅同学，首先这个 by 后边接 ing 啊，把 ing 给我改过来 ，wider 把 n 去掉啊。好，那个这个我问一下王博雅同学，你如果在这个地方给我写经济发展了 ，OK？那么下面这个第二个论点只能写宇宙和谐了，国家之间更好了，对，应该先个人后社会。 OK， 好，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来，同学们看一眼啊，这个论点叫节约时间。 OK， 我上课这么多年，很多学生都喜欢给我写节约时间。好，同学们我问一下啊，假如你从家务劳动中节约这个时间，我拿去学习了，你觉得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吧，是不是 ？OK， 我拿去学习了，我是不是提高我的学习成绩 ？OK， 这是好事。好，朋友们，我节约了时间，我拿去赌博了，我拿去打麻将了。那你这个节约时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坏事。那就对了呗。所以你看，你这个节约时间，它是最后那个结论吗？那如果我要说解放我们的双手，可以吗？哎，好啊，是不是？那你解放，我本想打那个，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对，好。那你看啊，你解放你的双手，这个是咱们经常说的，说解放了双手。那你到底从哪件事中解放了的双手呢？你解放你的双手最后是为了啥呢？是不是为了自己闲下来，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玩啊？嗯，对不对？而你那个解放双手应该放在哪儿？是应该放在就是因为所以这个位置，因为他把人们的双手从那些繁杂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了，所以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了，所以生活品质提高了，对不对？嗯嗯，所以解放双手是应该放在因为后边的，对吧？嗯嗯，好，促进经济发展啊，经济发展那块我就不说了，是不是？好，我看看这儿啊，来，那个王博雅同学啊，看这儿，你的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写在论点上了？嗯，对吧？OK， 但是你会在论证过程中还看到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事情，对吗？不对了吧？那就不写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对，论点是高高在上的，在这儿看到没有？论点是在这儿，而论证在这儿，它俩的词汇肯定是有差别的。论点的词汇是像新闻联播一样，论证的词汇就像你们家楼下那老太太一样。OK， 她跟你唠嗑的时候，她跟你唠一小时嗑，她把你家七大姑八大姨每个月挣多少钱都能给你挖出来。OK， 超级具体的感觉。OK， 超级具体的感觉啊。好，我们看林诗雅同学的。嗯，那个没写，没打完那个。啊，没事，我就看看这儿啊。哎，那个林诗雅同学说这个地方使大家的生活更加便利。哎，这我非常了解啊，因为大家特别喜欢写三个形容词，第一个是 convenient， 第二个是 important， 第三个是 significant 或 necessary。OK。这个玩意儿是你写我也写 ，OK， 所以你写的生活方便是非常是对的论点。但是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生活方便就是变得更好看一点？就是说他的生活品质被大大提高了 ，OK， 这样的话就更打官腔一点啊，打官腔一点。嗯，好，看这儿啊，林诗雅同学，你因为说我们可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是不是？好，把你的家务稍微给我细化一下，所以让家电去做繁重的劳动和我们可以从繁重，他俩不是一个意思吗？
是不是？你的 and thus 后边就说，我从这里边解放出来之后，我咋的了？我玩去了，对不对？嗯。OK， 我休闲去了，对不对？所以要写后边的那个后果啊。好，你看啊，这是让我的生活更加便利。下边写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它俩不是一回事吗？啊，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该写啥了？我是不是该写那个社会了？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 is th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的题嘛，所以我要写社会了啊，同学们。好，陈一龙同学的刚才我看过了，接着我们看张三淼同学的。嗯，便利了现代人的生活，这是因为家电可以替代家人做家务，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好，节省了时间。好，来那个，这个是张三淼同学的哈，这儿啊，所以节省了时间这句话给我挪后头去，挪在哪儿呢？所以这就让很多人们节省了做家务的时间，而去干了其他更有意义的事儿。OK 了吗？所以节省时间放到 and thus 后边啊。好 ，it is also by the means 可以促进相关科技产品的进步啊。当人们大量购买电器、更新换代，所以促进了产品技术的发展，所以它能够让人们啊。好，写这个可以，同学们，写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你会给自己加大难度。OK， 为什么？现在我说的是我买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我强调的是我买的多，对不对？同学们看到这个单词强调的是多，是不是 ？OK， 那你如果想说，你从这个地方你说想说更新了科技的进步，那你这话得怎么说？大家想想啊，我说得这么说，随着人们对什么呢？对科技产品 ，OK， 对这些这个。家电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智能对这个要求，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是不是这个 ？OK， 或者随着人们越来越偏爱啊，以及喜欢购买那些智能的或者叫多功能的啊家用电器。OK， 那这时候你的老板们 ，OK， 经销商们就会想着去干嘛呢？就会想着多创造一些这种能够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要在哪方面呢？在一个家电的科研上 ，OK， 投入更多的资金或投入更多的财力 ，OK， 从而其实事实上是带动了什么呢？带动了整个家电行业的科技的进步，对不对？看到没？这多难写呀，是吧，同学们？这不好写啊。好。那个，这是张森淼同学的啊，最后这句话完全可以删掉不要了，为啥？你会发现它重复了你的论点，对不对 ？OK， 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万引导的句子啊，同学们，万引导的这个句子到这儿是必须的，就这两句话是必须有的，剩下的全都可以删。OK， 如果你发现这个结果写到这儿就完事儿了，那你可以写 so that， 可以写 thus doing， 看哪个是要句子还是要 doing， 你二选一就好了。OK， 如果你写完一个句子还要写一个 doing 的时候，这时候你再把 does doing 加上，但是记住 does 后边一定只能跟 doing 啊，跟别的不好使。好，那个宋倩同学，节约时间这事儿现在明白了吗 ？OK， 节约时间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刚才说了，我节约时间去赌博了。那这肯定不是啥好事吧，是不是 ？OK， 所以你把你的最后那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写出来。OK， 好，同学们啊，如果你要写让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那跟这个题有点不相关，为啥？因为这个题给你的例子是啥？是我记得是电冰箱。OK， 还有什么做饭的那个大米饭机 ，rice cookers， 啊，是这些玩意儿。同学们，这些东西明显是让你干什么？让你的生活更加节省时间的。OK， 如果你想写的是丰富多彩，同学们，这要写啥呢？这要写，哎，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家有咖啡机了，那咖啡机挺好玩。我们家还有跳舞毯了，跳舞毯也挺好玩。OK， 我们家还有那种就是用电视打的电子游戏机了。OK， 所以要写这个才能写上生活丰富多彩。看到了吗？而他给我们的例子只是一些普通的家电，比如说扫地的呀，什么做饭的呀这种，所以让生活丰富多彩跟他所举的例子有点相差的大。 OK， 差的远了。老师，可是他这不是可以就是扩展的吗？自己
它不指的只是那个家电的例子吗？对呀、啊，所以你看啊，你在举第一个例子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的例子都用上啊。OK， 你先把它的处理掉，你先写节约时间，懂我的意思吧？先把节约时间写了，比如说我用大米饭机，我就再不用烧水做饭了。完了，你再写一个二好处的时候，假如说你二好处不用写对社会的，然后你说可以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了，这可以。就是原文给你的信息一定要先处理掉，先用上，再可以写自己想要写的。比如说刚才咱们写那个搬家，有同学写环保，我说城市里不能写环保，城市里一定先写的是 traffic 和 housing 问题。为啥？因为人家题干中给了让你写这个。OK， 你可以先把人家题干中的先处理掉，再写别的。但是如果没处理题干中，直接给出新的，这属于跑题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 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question。啊，好嘞、okay， 嗯，好、哦，接下来，然后促进家电行业的发展。当 change of inequality is demanded， 让我进一步的提升，所以需要更多的新家电。你看啊，所以进一步的提升，我就想问啥提升啊？是数量的提升，还是品质上的提升，还是功能的提升呢？所以为什么提升就会有更多的家电呢？那你这意思就是数量高呗？那数量的更多不就是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吗？所以提高人们生活品质，怎么又回到了提高生活品质？你明明论点是写的是促进家电行业的发展啊，对不对？看懂我的意思了吗？就你最后一句话是要回扣论点的，但明显你写跑偏了，对不对？好，我再给你举个线。那我也不能直接再把论点往上搬呀。是啊，所以你看啊，我想的是，就是它会发展更多的新家电。就是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那个供求量那个需求量上升，那么它会比如说与它相符的那种互补产品也会出来。什么叫互补产品？比如说就是厨房用品，比如比如说过段时间会出来个洗碗机之类的这类。就是现在我就是对家电的这个需求量上升，是不是？嗯嗯，对家电需求量上升，然后接着呢，下一步呢？因为大家都买家电，所以对家电需求量上升。接着呢，再往下推，推多米诺骨牌，第二张推倒谁了？它会发展更多的新家电啊？为什么呀？你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不是说这个我对新的产品要求说，我是量大，对不对？是吧？嗯、所以你是不是要提高产量？对吧，需求量不就是产量的意思吗、嗯、所以产量会上升，是不是？ OK， 产量上升之后呢、嗯、那谁就得生产呢？销售商吧、嗯、是不是？他就得生产吧，他生产带来了啥？同学们想想。 OK， 好，我整体总结一下咱们写的这个中间出现的问题啊。首先大家看一下你的论点是不是最终的结论。 OK， 第二个，你的论点里边有没有抽象内容可以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论证的过程中大家看看啊，你的那个因为和所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递进的？ OK， 你别用你的所以去重复你的因为的这句话。 OK， 它俩应该是递进关系啊，逻辑上它俩应该是递进关系。 OK， 是一推二的关系啊。第三件事，你的那个所以那句话就是你论证的最后一句话。 OK， 这个地方有没有回扣到你的论点上？OK，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写独居，很多同学说独居能让我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没人管我 ，OK， 没人打扰我 ，OK， 所以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啊和更多的这个空间，我可以去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上。同学们，你看看，如果你写这个的话，那你的论点不应该是自由，你的论点应该是提高工作效率。看到了吗？你的论点应该是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自由，这是第一件事。OK， 所以你最后这句话一定是要回扣到论点身上的。OK， 第二件事，你最后这句话我是让你回扣到论点，但不是重复论点。OK， 你不能说所以我更自由了。OK， 所以不能这样干啊，不能重复论点。第四件事，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论点和你的论证区分度不大？OK， 你发现你论点中的词
啊，好像不够高，而你论证这个词又特别的抽象不具体，对吗？所以该有高度的时候要有高度，该低下来具体化的时候应该具体化。这回看懂了吗？好，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这一段假如要写应该怎么着。 On the one hand，好，注意这个位置啊，如果你要写的是什么呢，你要写的是句子，那么 is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OK may be improved OK to a greater extent 将会很大程度上提高，为什么呢？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OK individuals 很可能，或者说你可以说 these machines 这些机器 OK may free 啊，释放 individuals from什么样的家务劳动呢？给你的家务劳动带点形容词，让你的单词看起来更高大上一点，比如说 repetitive 重复的，比如说 boring 烦人的，比如说 time consuming 消耗时间的，比如说 labor demanding 累得要死要活的。 OK household chores OK 这叫家务劳动，家务活会把个人呢从这些家务劳动家务活中释放出来，比如说 such asDoing the laundry 啊，或者是 cooking 啊 ，dishes 做饭啊，最好你举的例子啊是跟谁有关的呢？是跟题干中给你的 keywords 那些例子有关的啊 ，and 什么 cooking dishes 这些东西写上。OK，and、okay, thus 因此这些人啊，一般情况下学生会写说 they have more time， 不要这么干，同学们不要所有的句子都写，人可以干什么什么，你可以把 more time 这些抽象名词啊拿出来做主语。那么这些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就可以 can be saved and thus 或者是 and then devoted 或者叫 dedicated to 什么呢，比如说 rest and leisure activities、leisure activities 的同学们说啊，经常写那就换成 recreational OK activities 完了。 OK 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这回就出来了这一段。好，然后你再写 It is also by no means too much to say that 这个玩意儿能怎么着呢，促进经济发展，同学们促进经济发展叫 spur the economy 或者叫 make economic sense 啊，这种东西。没有啥哈。好，然后呢为什么呢，当OK， 那么越来越多的东西被需求之后，比如说那个同学们写的是 demanded， 是不是？好，然后呢 ，this may 这很可能引起谁谁谁，这个位置同学们可以直接写这个manufacturers 生产者，那么很可能去 speed up 他们的或者 enlarge their production。OK， so that 所以你看啊，他们就需要购买更多的 raw materials 原材料。OK， 甚至是 employ 雇佣更多的什么呢 ？workers 工人。OK， 好，你还可以写建立更多的厂房，那我就不管了。然后 thus 因此 creating 创造了更多的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和工作机会，为了谁谁谁，完事了。可以了吧？后边的单词基本上都挺简单的，所以我就没给大家再一个都写出来啊。好，所以重点在哪？重点在这儿啊，同学们，在这儿啊。好，那么下一段啊。我们开始写坏处段了。首先第一件事儿，我要先写一个 however， 它的同义词可以换成 nevertheless， 可以换成 nonetheless， 随便你写啊。好，一般同学呢会写这样的句子，说我们是不能低估它的坏处的，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写啊 ，the downsides OK brought by doing A cannot be overlooked， OK 或者叫 underplayed。你图简单就可以写它。如果你不想写这个句子，你说老师我还想写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OK， 那你可以随着我去写这样的一个句子啊。你说然而我得出上文的这个结论 It's not the same as 却并不等同于我会拿一只瞎的眼睛去看那些 OK 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潜在的啊 downsides。 完了，
好，下边跟上一段还是一样的 ，for one thing， 我先写我的坏处一 ，OK， 加三到四行论证展开。其次 ，for another 啊，我再写我的坏处二，再加上三到四行的论证展开，完了。好，那么大家想想，对于独居来说，它的坏处是什么呢？独居的坏处一 ，OK， 那么。我来啊，比如说独居的坏处一，第一件事儿，同学们花钱呢？危险啊，对，好，危险，好，啊，危险的话，同学们，你想想啊，后边你能用的论证展开肯定是分举例子，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独居的话，她可能会被坏人尾随；如果是一个老头独居的话，他可能发心脏病了，没人给他打110，是不是？所以后边你直接举例子就好了 ，OK。但是我要写一个更难的，同学们，我就要写什么呢？我说要花钱，为什么？因为首先你独居你要租房啊。是不是？你就算买房的话，你要自己还贷款啊。OK， 好，是不是这样的吧？甚至你还要，就算你妈给你钱了，你还要自己付煤气水电费吧。OK， 好，那所以我就要花更多的钱在这上面上，很可能来把这个论点拎起来，让它有高度，听起来像新闻联播。独居的人会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对吧？好，同学们，我的论点来了，叫经济负担大。论证呢？为啥呢？因为我要花钱买房。好，没了。同学们，你看这儿，我写到这儿是不是没了 ？OK， 那同学们琢磨琢磨，我后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去展开这个论证呢？我想把它拉长，我应该该怎么办呢 ？OK。同学们可以想想这事儿啊。那么同理，我现在不独居了，我去远地旅行 ，OK？ 那同学们知道可能会危险，对不对？为什么？我可能会死在南极、北极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怎么样啊？因为那个地方很怎么怎么样。写到这儿，你又没嗑唠了，你又想拉长，你又差那么一两句话 ，OK？ 你怎么拉长它呢？自己想想啊。好，同理，你说我要去搬家，那么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这个公司搬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公司可能发展不下去了。OK， 为啥呀？因为我这个失去了我这个有利的条件，是不是？那我还差这么一两句，那我这有都差一两句的地方，我能不能用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把它瞬间拉长呢 ？OK， 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今天主要讲的内容都在这个位置上。OK， 都在这个位置上，同学们看好了，这是重点。那么今天的作业我已经有留了两个作业了，都在这个前面啊。作业一是改写开头段 ，OK， 作业二是写一个汉语思路 ，OK， 然后同学们啊，这个作业三我就不留了吧，就是这个思考题 ，OK。然后我做个要求啊，就是同学们，你们写完作业之后啊，尽量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这个 Word 文档的结构发给我 ，OK。然后呢，咱们不是有个单独的写作群吗？是不是？建议你发在那儿啊，因为我群太多了，就是咱一个班基本上四五个群，所以我这找不着你们在哪儿。我那些群都是消息免打扰状态，只有我这个自己的写作群，我是时时刻刻打开的啊。好，来，同学们，今天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哈，好，别忘了一件事儿啊，你的模板在这儿呢，看到没有？看到吗？你的模板在这儿呢。这篇文章基本上我需要你背诵下来，为啥？因为我会在你每一个题型中出一篇文章让你背，它就是你的模板。OK， 所以基本上这个位置你需要背诵下来啊。那个每天回家啊，这个同学们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笔记重新自己整理一遍，因为课上呢我要等你的话我这个时间不够，所以你下课干第一件事先整理笔记，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啊你忘的越来越多。 OK， 上完了哟，这有印象，但是具体是啥又不知道，所以你去整理一下啊。整理什么？里边出现的词汇 OK， 短语首先你要整理一下，然后你看着我的思路，你再自己给自己讲一遍课OK， 你讲通了你就赢了 ，OK， 不会的地方抓紧时间问啊。好了，来，同学们，对于这堂课还有什么疑问吗？没了哈，没了，咱们就下课吧啊。OK， goodbye everyone。
再见。再见。再见。